即摆去选举，转一个票，无互你行路工，你甲选的迄个人，佫会当领50块？全世界无这款制度啦！你知影人互欺负，你搞不清楚啊！即摆是毋是选举？伊也讲一票50块，即你知无？本来30点变50，你知无？你知无？啊，即迄敢对？迄敢呢？全世界无这款制度呢？台湾人袂晓想啊！当我将这个代志甲美国讲的时候，吓一跳，搞这个代志，我安尼看两回，你袂晓去查阿妈呀？后面，台湾人啊，本土台湾人真真正正，我是现主席吼，受欺负，家己拢搞不清楚，你来讲。选举补助费2400多万单局嘞，连我嘛去选嘞。当我去选的时候，我不是要去选这啦。我是去选的时阵是啊，我听我感觉国民党啊，中华民族足厉害啊。我去选举的时阵，我伫听我家己讲，这阵会少死的，5个人竞选啊。但是呢，足侪人唔知我出来选，伊都有法度。媒体将你这个人吼的消息拢给你封锁，所以我干那会当你电视听闻，结果电视是啥物闻？是伊干那高雄市地区的电视台啊，害我了200万去选。我本来想讲哦，我选起来，我一单单人甲画落去吼，啊，大家拢甲醒啊吼，安尼就变过啊，真巧呢。啊，高雄市伫咧高雄市安尼就好啊。最近呢，我选出入美国讲，啊，我唔知你出来选。但是选这进前，国民大会代表我冇去选，最任务是国大，你第几个？300个啊！我代表建国党去选，我有丢呢。300个民进党甲台联拢讲，我们不要领钱，有无？你会记无？报纸，你有看伊报纸，你会记无？我不爱领钱，有无？全台湾啊，的国大代表，干一个人无领钱，是我啦。而且要修宪的前三天，我宣布辞职，10几万薪水，我讲我领。我伫中华民国是我愿意，我欲做迄个主要的目的，就是会当伫国会内底，甲大家人讲，讲啥？讲你这个政府是违法的，讲你这个政府唔是我台湾人所爱的政府，你美国爱接管，所以讲吼，我就怕你。前2006年已经变到现主席了，才变5年多，但是咱的速度的，迄个效果的，迄个宏大，我甲你保证，绝对是现主席。不管是你台独联盟也好，你民进党也好，你讲台湾这块地安尼你拼50-60天啊，无咱拼5年济啦。啊，你免拍我啊！爱用吐的吼，吐的。我过来，要甲你讲法律。来，每一摆若要讲这吼，我拢叫大家目睭拢起起来，因为我互你看别人的反应啊哪，你都会牙签。啊，你目睭起起来，真正爱爱较，卖阿不记啦，闭眼睛闭起来啦。我甲你问一句话，你听好无？日本是日本人的日本，我讲一摆。日本是日本人的日本，这句话叫你遐少。你着，唔着你遐少。等，无准真诶，搁一摆。后天讲拢无人要遐少，是啥物意思啊？遐唔着我袂甲你笑啦。啊，你来上课就免互着嘛。啊，搁一摆吼，啊，目睭起啊。
日本是日本人的日本，日本是日本人的日本。这句话对的，请你举手。就办完，啊，不对的，请你举手。就办完。啊，未啊，目睭啊，未退金的，还佫一个问题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。这句话对的，请你举手。就办完，这句话唔对的，请你举手。就办完。啊，来，目睭闭落去。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的，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的，叫你请举手，是嘛？一句话甲头前一句话，搁较头前一句话，你甲比较看卖啊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吗？绝对不是。所以反正在倒，所有权杖在哪里？日本是日本人的日本吗 ？No， 日本是啥个？天皇的啦，对啦。因为伊是二元的国家。啊，台湾是台湾总统的吗 ？No， 台湾的土地到今日为止是啥个？你敢知？我跟你说，对日本天皇是无对，但我等下讲这个理由。坦白讲是美国甲我讲，我才知。啊，美国安怎讲你知唔知？咱研究规部，啊，甲告美国，哦，告到美国安尼，狂轰大炮，安尼，奥巴马气到要害，奥巴马讲我做总统，就人来甲伊告。啊，这个人是啥物人安尼？所以，咱九月青兵，因为咱官司拍了赢。这个官司判赢的时阵，官司予咱四个结论啊。第一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美国讲。第二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身份的政府。第三，本土台湾人还阁生活在政治炼狱。第四，美国的行政单位爱主动协助。遐原告就是咱，结论有四点。结果这个四点一个公布哦，台湾的媒体拢甲你讲啊，最高法院驳回了，还是讲原告告输了，还是想要看到鬼影啊？最高法院讲定案，不是违建的。Deny， 你个查英文没有错，不像驳回。但是啊，驳回是不能很精确的讲 deny 的意思。deny 的意思哦，驳回待审，等待审理。为什么？这最高好像还要审理。你知影？地方法院，这个高院法院过去最高法院爱交偌侪钱，你知无？你敢知？吼、哦！去美国时代，若无钱吼，无法度拍官司，50,000美金啦、啊。你要上诉去最高法院，敢若上诉就得交50,000啦。啊，50,000，啊，到着最高法院就要审理。No， 用抽签的啦。这美国法院很奇怪，最高法院一年啊，有差不多150件左右啦。咱就无要抽到的，啊50,000嘛叫，但是有一点哦，最高法院，咱个告的时阵哦，照道理来讲，美国国会要答复哦，爱答辩哦，伊安那放弃答辩，真正是厉害啊！放弃答辩，咱的前两天拢有吗？为什么最高变成美国的国务院放弃答辩？那放弃答辩的意思是什么？你知无？就是讲，原告伫诉讼内底所讲的遐条文，拢是正确的，他没有办法反驳你。台湾人唔知啊，所以我听你讲哦，恁台湾人真正互啥物人耽误呢？互遐国际法的朴素害着啦，连伊拢看无啦，我甲你讲。我讲英语看无吼，
毋是笑我呢，我是讲实在呢。英语看无呢，今日咱台湾民主会当做到遮尔啊轰轰烈烈，坦白讲，有一个何瑞伫斗相共，何瑞伊是美国人，佮有读到大学，好个大学。有真济我写起来，我嘛爱无看，我袂，你看看这个对不对？伊安那，我佫较贤讲英文，我都无伊个好；我佫贤写英文，我嘛无伊好。我佮一个物件比较好，英文的文化。我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吼，上个重要的第二条、第四条、第十三条啊，我用文化佮分析哦，好人看得较明。但是讲我这张呢，甲伊个讲法含我写个文化同款一模一样。我甲日本人讲，日本个在台协会啊，交流协会啊，以前迄个主管叫啥？西岛，你会记得无？西岛呐，有一年，伊一年啊，四月二八。四月二八，就拄好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签字有无？《台北条约》签的时候，讲叫西岛爱去演讲。啊，我甲西岛讲哦，你腿下面的你本来你也是中国兵，哪有人讲投降以后啊，叫你甲你做成铜像？哎，铜像意思啊，袂烂嘛吼。啊，你后你签字讲你日本投降啊，啊签迄个《台北条约》啊。啊！你若去讲话吼，是咧甲你侮辱咧，所以西岛听着嘛气者，甲讲嘛会软弱。但是我已经日本的外务省，我甲同意讲，我爱讲话咧。我你若去讲话吼，你著中着因中国人个计。伊讲阿边安怎？我你吼过两天发表言论，你知伊发表啥？啊？对，我甲教。我当时，这个台湾交予你中华民国啦。伊发表一个，哇，中华民国袂得啦，想尽办法甲伊赶出去。啊，但是吼，所以我对迄个西岛非常的不喜啊。我本来是不爱讲吼，啊，但是因为西岛已经退休超过两年吼，我会使讲，因为即摆来去讲，伊袂用收分啊。啊，所以对不起他啊！啊，我知吼，我交情足济人吼，我落尾我甲送纪念品啦。啊，日本人开伊金，我着用金来做，啊送。但是听讲伊做做，伊也袂袂当摕去，伊囥伊办公室。但是呢，这是表示讲吼，对这个西岛非常，我个人啊非常的感激伊吼，讲一句话。1979年的时阵啊，台湾关系法签。1954年，1952年的四月二八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。当时伫迄天的下晡3:30，伫台北的台北宾馆签一个台北合约。台北合约第10条，伊讲日本人。愿意从迄个时阵开始，从咱台湾人啊，视同目睭看，眼视同，视同中华民国的国民。虽然台湾人摕着中华民国的国籍，是因为这条啦，唔是因为1946年1月12日蒋介石。在台湾宣布自己1945年10月25日起，所有的台湾人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，不是一条啦，因为一条一个讲，美国甲英国三摆抗议，真正的摕到国民的国籍是因为1952年4月28日，伊这个也做台北条约啦，诶第10条啦。但是台北条约
伫1972年，日本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时候，台北合约取消了，就是咱的机会啦。那是什么机会？台湾本地是日本的殖民地，这个是没有错。就是因为台湾是殖民地，所以中国大清帝国可以割让，这国际法里面嘛，真注意，所以台湾地位复杂，复杂一点所在。本来是殖民地，啊那后尾啊，那变做国土，那想讲变做日本天皇的皇土，啊这样变做国土，为什么？法律的依据在哪里？因为你讲到这个意见嘛，过去大家也知影，北海道、北海道、北海道本来是日本天皇的殖民地呢，日本的殖民地呢。日本北海道是什么人？底下你讲，爱奴族，爱奴啦，爱奴族，爱奴族的底下你讲，日本天皇。对北海道大清实施皇民化，皇民化，让爱奴族会当讲日本日本话，日本伊伫遐甲建设，遐落尾啊，才甲伊变为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这是百国公法内底讲，台湾的经营同款。清朝伫挂台湾号，日本的时阵啊。讲日本人唔对啦，讲日本天皇的时阵啦，甲这个同款啦，这不是咱话呢，就是当初的土地图就是安尼啊。啊，咱台湾的正面无伊，你有看无？奈无伊，因为正面康碑无文啦，唔是大清帝国的。啊，道明这段吼，色嘛无同款，你有注意无？这张是啥？去当初的地图啦。甲中国的地图呐，看起来呐无共关系，为什么？因为这块土地是大清帝国拓殖地，拓展的拓，殖民地啊，拓殖地啊。以这块土地变作拓殖地以后啊，遐的原住民啊，台湾的原住民啊，叫伊赶去右边，这叫后山。啊，原住民是足高义嘞。无代无志，将台湾挂予日本天皇，因为《马关条约》1895年4月10日签的时阵啊，头前就写啥？大清大皇帝与大日本帝国大皇帝签署这个条约，六啊，订立合约。各位，皇帝甲皇帝签的，我若可比讲我甲议长吼，我两个签一个名。我讲，我这个麦克风吼，我甲伊签一个物件，我这个麦克风吼卖给他了。啊，这个麦克风变成啥物？议长的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议长讲，这个麦克风摕着交伊头先啊，伫法律上啊呐，就是要交伊后生嘛，要办过户了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安、啊、对不对？安、啊、那边所有还这个这支麦克风是上的，议长的，这个没有问题吧？这是普通常识。来，日本的制度无同款。日本天皇有土地以后，日本天皇甲日本的议会，遴选出一个总理出来，首相。我将我的土地交予首相管理。当日本天皇得到台湾这块土地的时阵，伊是另外派一个台湾的总督呢，叫做华山之吉。所以日本迄个原来伊的首相要该管台湾这块土地，伊使无？那袂使，因为日本本身有首相。关于四个大岛，台湾这块土地是另外，是叫做伊的殖民地。你国际法内底有讲，殖民地可以割让，但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。
你看，哎，什么款戏叫做《神圣不可分割领土》？哦，马关条来的呀，本来辽东半岛啊，我那边清朝要割日本啊，后尾三个国家出来抗议，那辽东半岛这个所在啊，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不可以割让。国际法有规定，外国公法规定，所以日本来讲，啊无，不啊嫌疑啊，佮政治上有嫌疑啊。后面有甲中国讲，佮给3000万年黄金赔。但是台湾这块土地，华山之际，伫1895年4月17号签约后，1895年6月2号。梵高官，大清帝国派李鸿章的第二后生叫李经方，日本天皇派华山之际办交割，啊，国外发生的代志，恁都去看电影就知影。迄个叫做啥？迄个原住民的电影叫有名？塞德克巴莱，有去看无？有诶，你家去看看卖。这少人看，无怪你爱去看啦。你拢讲你对台湾偌关心，偌迄啰，啊拢无咧看。啊，海角七号有去看无？海角七号有去看，行去看嘛。即嘛无，遐嘛无，拜托个各位啊！你讲你足爱台湾个呢？啊，电影才有名，怎啊无去看？你若讲无真有名，你无看嘛有影。啊，人家讲几部，你买去看，袂歹呢。很快出来，不过吼，迄塞德克巴莱吼，我感觉伊剧情吼，啊，我突然理解像一篇叫做《失落的福尔摩斯》剧情一样，可能搞抄诶。我无甲你骗啦，我讲真诶啊，我毋是嘛，即你甲记下吧，差不多咧。塞德克巴莱遐番就咪空一只，无代无志。我都活甲真好，我伫打猎打甲真好。啊，这么一个异族，就是异族就是不难，明白？啊，我袂当打猎，所以这是文化，这是文化的改，文化的侵略啦。但是这个土地无话讲，已经是大清帝国甲挂了日本天皇，所以日本天皇才派人来离甲管。啊，你把挂的时候，你就爱宗教的方法啦，所以。毛泽东有讲一句话，国家若弱小，就要被欺负了，就要叫恐怕。咱台湾嘛呢？咱台湾高不多，很弱嘞，高不多很小嘞，台湾拢无那边啦。各位，边啊，台湾边啊，用国际法嘛，国际法是你遐定的嘛，你遐大国家定的嘛，利用伊的国际平衡嘛。用国际法来争取咱台湾的地位，这是唯一的方法啦。讲到原住民，伊的抗日是有道理，但是，但是法律来讲，原住民这一点是不对的，因为这块土地是日本帝国的。伊要哪管理，你爱听伊个。讲到这个所在，甲台湾的情形你听清楚哦。台湾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输，美国军事占领，台湾爱听啥物？听美国的。你即摆你有听美国的无？无。你即摆无听美国的，刷入去你讲哪？我要独立。所以美国跟你讲。台独代表战争，伊无你甲你客气呢，所以你也先了解台湾的情形，然后比较有法度来行出这条路啦。咱今晚行出这条路，他咪讲，2006年10月20日告美国以后啊，双方来来去去才16次。到遮是10次左右的时阵，美国嘛挡无啥会掉的，直接敲电话给我，他咪讲我有惊着，敲
打电话去阮家呢，啊，阮家一个伊就知啦。所以我是讲，因为我的律师甲我见过呢，我甲你讲哦，原告甲被告不能对话哦，除非我律师在场哦，啊，若无这个案件注销去哦。所以我甲对方讲嘛 ，no， 你不能跟我谈，你要透过我的律师才能跟我谈。那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台，那个美国的国安会，拄仔开始是国安会的讲，国内讲 CIA 来吹啦，啊，国外国防部嘛来吹啦，啊，死囡仔干那国防，迄个国防部来吹啦。啊，你个研究了后，才发现讲啊，原来国防 AIT 就是美国国防管的嘛，啊，怪 AIT 的对口单位是啥？是中华民国嘛？哎，当然无爱找我是印度的嘛。啊，现在国安局爱找我，国防部要找我，这是军方的嘛。伊，我甲美国讲，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，你美国是台湾这块土地主要占领全国，啊，你主要占领全国，啊，你的基地在哪？你的基地在哪里？你有去看电影无？所以告别你来看电影，我看电影我就这样，你都无去看电影，所以拢不要了。塞班岛之役无？塞班岛之役的时阵哦，摕个旗啊呢，安尼大家来抄我，有无？会记得无？正面爱插旗啊，安尼也无啥。我看规部拢看到未看到美国旗啊，美国搞大个，过来，你讲努力啦。我 AIT 拿来哦，新兵哦，一定较神奇啦！啊，你来拍波啊！所以，你讲迄支旗拿较升起来哦，中华民国爱啥样人啊？我无甲你骗，我骗嘛！很准时，起码进度已经过一个距离去未啊？即差不多啊啦，我甲你讲哦，足出名哦。咱最近就去日本对吧吼？啊，国外叫我甲我讲，我甲抱怨，我讲你最近拢无干嘞咯。你讲哦，我在印度了，伫印度洋哦，诶，滚水淹死啦！哎，滚水淹死，伊还佫走去伊朗啊？哦，走去伊朗啊，甲迄阿富汗、伊拉克遐。我为什么要撤军啊？我撤到哪里？各位，这个我袂当讲，不过你一样讲啊，这个无满意吗？单规波嘛是单一个，现主席美国已经较美国一波都已经出来了，伫台东啊吼。长滨，你卖走，迄个做机器哦，伊住伫长滨，你问伊，我变来叫来做钱，你来走。我变瘦。长滨啊，你去长滨去看嘛，海边啊，拢是海军陆战队，拢是光头的，不是光头啊，迄种白头的壮有啊。加山呐、啊，新竹的乐山呐、啊，超两千名对吧？伫咱台湾，所以。中华民国唔敢甲咱安怎？你托大力来动这个台湾民政府看卖啊！现主席中华民国，迄、那个 logo 拢取消，你知不知？迄、那个 logo 拢取消嘛，就是所有的部队，伊迄个西塔挂，迄、那个青天白日迄个啊，拢毁掉啊！建车拢毁掉啦，车拢要拆掉啦，迄拢拆掉啦。你袂感觉很奇怪吗？啊，有你的部队，啊无你的 logo 诶，咱甲告诶，谁人甲告？你国民甲我讲，你公布恐怖组织的条例，符合三个条件的叫做恐怖组织啦。第一，你在当地征兵啊。中华民国有叫咱去做兵无？
对无？啊，伊流亡进入，甲咱占领，叫咱去做兵。不对呀、啊，不对呀、啊，我甲你讲，不对呀、啊，不对呀、啊。伊袂当叫我去做兵啦、啊，伊若当叫我去做个秘密国去伊拉克，就叫伊拉克人来做兵就好啊嘛。袂当叫咱做兵啊。第二，袂当有武器。中华民国武器有无？有无？有美国给伊啊。啊，所以落尾中华民国买武器吼，我甲你讲，你搁袂看卖啊？无名嘛，没有卖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怎讲无名？对我，我唔敢讲的，因为我若一日讲吼，讲你这中国派，听讲尾后台湾吼无武器，无武器吼，啊，你中国要来拍下台湾是简单的，这台湾的地位无清楚啦。你袂当去买武器，伊买武器我紧哦，用啥个钱？用咱的钱呢？用咱的钱去买武器，啊，互伊去贪污，互伊去招招。哦，我想台湾咱戆到这款型，我想我无咧。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袂当有武器，中华民国袂当伫台湾征兵，这拢是符合恐怖组织美国国民甲你讲的。所以呢，啊，第三点就是不是国家了。啊，中华民国不是国家，你美国讲嘛，对不对？宾拉登不是国家，所以中华民国不是国家，是你美国讲的。这个三个条件完全吻合恐怖组织，所以我讲这个是中国嘛，中华民国就处理的。大家写这篇文章啊，我甲吐槽啊。你刚刚台湾民政府的护照都呢，我们还没有发护照。台湾民政府护照是假护照，到底是伊的假还是咱的假？是伊的是假的啦。咱今日是发的是啥物物件？身份证。身份证，我今日无带。但是我跟你讲哦，我身份证，我这边去，昨日我去哪？我去迄个啊做。迄个，我昨日吼，谢谢。喂，这个身份证，我起码我用你们那个表啊，今天受训的人通通要填表啊。这个身份证啊，内底有三个晶片，一个晶片你看袂到的，后壁两个晶片你看无，藏伫内底。美国国安局甲我亲自答应，我因为这个录音啊，所以我要讲这哦，我唔惊伊听的。伊甲清楚答应讲吼，要予台湾人用一张唔免护照入去美国。我你若发一张，佮叫我摕中华民国迄份护照入面吼，啊，你是甚物意思？所以因即摆国防部甲国民伫协调。所以我甲各位讲，你摕一张，你还两个月甲三个月，我甲你保证，我一定协调好势。这张我都互你伪造的，这张是美国的国防部下卡的公司替咱做的。这间公司不是干人替咱做，嘛替科威特做。美国有讲嘛吼？中华民国好像还有晶片嘛，有啊，我们就是这有晶片。啊，美国 AIT 讲的 The People of Taiwan 啊，就是我们啊。啊，美建是啊，中华民国是我。我甲你讲，伊来当免签，我来头都可以做一下子。因为美国甲我讲，有两个单位歪批啦，第一点国安局歪批啦，第二司法部歪批啦。司法部哪会敢批？我问你。咱甲告，迄、那个官司还搁伫遐咧呢。人大家讲，你那个官司为什么不抽中？按叫人重新审判，啊用抽的，啊袂抽到的。啊，我相信吼，迄种政治操作啊，到有一天美国人输赢的时候，就甲你抽到啦。无定拢已经写好啊，嘛不一定。所以，今日台湾你免烦恼，我无骗你。啊，我甲你讲一个趣味的啦吼。即摆大家吼，有阵我伫外口来讲，
啊，中国变嘛？对啦。我讲啊，恁交隔壁，你创啥？你敢免遐干涉？当然袂使。啊，中国哪有关系？我讲一个数字互你听啦吼。美国现主席的飞机啦、战斗机啦、一买物件啦，差不多13000架。俄罗斯啊，即个差不多5000架。中国才偌济？2600架。你震惊？敢若骗台湾人会知影？遐通派媒体甲你，哦，中国偌尔伟大呢？迄只航空母舰哦，敢若2018年啊，走会出我才逃走，反正这也济啦。我来讲这，我拢做清楚，啊，我来听啊，美国甲我逃走。我会甲问啊，伊就足惊我，伊足惊我无甲过。伊毋知影我怎要过啥，我要过啥，伊敢毋知？我甲你讲，第一，选举是小事情啦，你搁算嘛，你美国搁算嘛，我台湾人咪袂当互你算啊。我要过美国，第一，你伫乌克兰话就是琉球，当时乌克兰话军事政府有发护照，互乌克兰话人。提迄个乌克兰话，迄个军事政府的护照吼，去日本去全世界。我台湾，我来是中华民国，所以这边去日本我无要去啊。我甲美国讲，我没有护照啊，有你不会申请。我不是中华民国的人啊。我甲别个吼，免偌久啦，我估计免偌久啦。伊有甲我上面，甲我上面，我比你。当出国的，我拢无要坐火车，要怎出国？但我上命，但你上讲会使呢？看迄上命有准啊，无准啊？过年过就是哪年嘛吼？上命拢用往农历年嘛吼？啊，我甲你讲，上命嘛讲，嘿，看看你后摆真有钱呢。我即摆是已经瘦到吼，你因为你看这你印这物件。咱去日本开遐钱，喂，咱敢有无法？在做敢有摕钱出来？一毛钱都没有拿。啊，拢上你摕，咱只干部啦、局长啦、总理啦，咱只干部伫出，那袂使。就是美国，嘛是非常感觉讲，当然啦，咱只能讲啦吼。400年来，台湾人唔捌建立家己国家，啊，你家己要建立国家对哇？因为有人讲，啊，你若要甲美国申请资金，当然对啦。以前申请，我嘛申请啊，但是还袂落来啦。原因伫倒？原因伫倒？你还没有准备好啊？这边吼，11月30日，美日的军事同盟破例头一摆。邀请咱派4个人去参加，当然实际上是有6个人，佫2个人啊，人名袂当公布啦。公开是派4个去参加，参加的人有去翕相吗？我另外中迄个甚物啊？迄间臭头啊，你哦，有闲话有啦吼。这甚物人？你讲，就是啊，太平洋舰队。这边吼、哦，既有够侪啊！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叫啥？航空母舰的司令，啊，搁迄个联合的，迄、那个日本的，迄个海军的联合的，迄个司令，拢总含咱的人去见面。中华民国做65年，嘛无人要插你，对不对？太歹了！民进党拼对方。路线行唔到，我甲讲吼，伊行唔到房间啦。啊，你行唔到房间啊啦，出来就好嘛。你出来嘛。谁人行唔到房间？民进党的，我重视的民进党的党章第一条啦，伊写啥你敢知？因为我们叫做中华民国，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我甲你讲，美国非常的袂爽啊，所以美国歪甲伊连动啊。蔡英文派
虾米钱去美国，伊这代志我拢知。我无出门，但是我袂当去，我无去出国，但是我拢会知，因为美国爱甲我讲，伊若无甲我讲，我搁甲讲啊。我若食饱伊个人吼，你若无迄个，我就甲你做。啊，因为奥巴马足难过，你即摆吼要选举啊，对无？我若甲讲嘞吼，不算是大事。啊，你若无爱，互我甲你过，你就帮忙我台湾嘛。所以第七杠军，每日军事同盟那里去参加，九月七八，去年九月七八，咱办酒会，咱拢无钱是免咱办酒会啦。伫迄个四季饭店足贵个呢，迄四季饭店有够贵呢。但是我听讲吼，迄好多人讲好菜有够好呢，我拢食袂着个。迄四季饭店你看吼，180多人。参加其中美国的人，美国的政治上的四大家族拢来，啊拢有，啊美国的国防部、美国的国务院、美国的 CIA、美国的司法单位、美国的国家安全，这五个单位拢有派人参加，而且嘛有我有代表伫内底嘛，拢有摕名片的啦，有图为证。然后伫去年的11月。11月初6，美国要求咱成立民政府大局甲参议，刷入去咱成立六个州，甲原住民的州，我，这是迄支民政府迄支旗啊，迄支旗啊，诶，六颗星星的意思。这个旗啊，这个台湾的顶冠一只一个青色的，蓝色的星星是什么意思？美军呐、啊，美军军事占领台湾呐、啊，底下他那个旗啊，倒边那个旗啊，就是美国军事政府的 AIT 爱心的旗啊，就是、那支啦。咱不要做啊，是伊甲咱讲，伊做。咱才知影讲，哦，有一支啊，但是拢唔知影。你想看卖？你捌去 AIT 无？捌去亚洲看卖 AIT？ 你去 AIT 有看到美国国旗无？有啊？没有，没有。美国没有在 AIT 上面放美国国旗。到即马为止，咱的国旗以后啊，头一摆伫清泉岗。先美国国旗，而且美国国旗升起来，中华民国国旗伫下骹啦，啊就对啊啦，我甲你讲，我讲个啊，下面下爱军官啊，中华民国次要占领权伫下骹啦，啊伊张相片唔知恁有摕着无？我一切拢照法你来，国际法安尼讲，你美国若无做，我就甲你告。所以吼、哦，咱做小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弱嘛，咱也无武器啊嘛。你中华民国要安怎推翻？我讲免，我无要甲你中华民国对抗。咱要对抗的人是啥？是美国。啊，中华民国要啦，让美国去注意啊。所以，台湾人免做兵，爱会危险无？绝对袂危险。什么人爱替咱做兵？美国啦。敢若迄个蒋介石咧臭头啊，乌白共讲，讲伊要替。美国来调阅兵呢，所以在咱在1949年12月征兵啊，为迄阵开始做兵，迄唔对呢，啊，即话唔对，要甲告兵嘛，会使告无？爱去国际法庭，国际法庭免啦，海洋国际法庭要甲，会使甲告无？会使无？会无？会，你感觉会使告你假手腕嘛？啊嘛袂当你假手腕嘛？哦，未歹，听我讲过，未歹哦。但是虽然讲未来底吼，还有方法啦。啊，我头脑真好咧。我明仔甲过你，敢知影？你想看卖？明仔甲过。台湾不是国家那边啊？明仔甲过。台湾明仔变作国家来甲过。免啦，去日本。日本啊，同意，甲日本联合甲告啦。
安尼小心就过啊嘛。你到有听话，我无甲你。我甲你做，甲你做来。你有讲无？我互你补咧个地方，补得了了。啊，我有你补无？啊，怎变用日本中医啊？一边咱两去日本了。到位这边，伊日本来开，迄个伫美国酒会时阵，美国上岸去两张岛啦。左边迄就是二重卡，就是皇宫的迄张岛。正边是奥巴马去选举。各位，这两张图的意义非常非常重大。啊，美国人伫甲咱打疫苗啊，拢互你家己去想，互你家己，你也家己去想。啊，你想，安怎照法你落去想。原来这张图啊，你甲咱讲就是讲，台湾今日为止啊，还阁是日本天皇的日属，但是美国归属叫咩啊？美战。所以咱个真正地位是啥？日属美战。好，啊，你即马知影日属美战，啊，你阁改变哪只？这个日本这推下面呢，因为战争失败，大拢破胆，啊，种破胆，日本的宪法国去迄个。迄、那个麦克阿瑟甲变甲是不干不起来，迄地高调甲顶落去，日本都未当有部队，但系当有自卫队。啊，日本天皇和迄个美国的这个麦克阿瑟甲创迄个和平宪法，日本天皇嘛未当讲话，所以你要甲日本天皇讲，伊未当讲话啊。你若甲讲，咱来联合，伊未当甲讲意思安怎，但是。谈得不错哦，伊无讲日本天皇袂当摇手摇头点头嘞，所以这边，咱去日本以上这边，你若有注意的，我拜托出一个人讲，你卡咩啦？甲向迄个天皇吼，唔通甲紧张，我要迄张相片。日本天皇突然啊，我知道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橡皮有啦，而且，哎，啊，即摆人甲你讲，啊，日本听着，哪样都甲人看到恁伫遐，啊，甲你摇手，咱也无准啦，有啊，有准哦。十八迄一天，我拜托，哎，即摆这个卖讲啥物啦？我拜托一个真有教的人，来的人哦，将咱日本，我即摆分到日本啊，送去日本听人看。所以迄一天，因去排队的时阵啊。你排队的时阵啊，警察上台的时阵，将迄支旗啊，咱的旗啊，没收，不是没收啦，因为这个旗是不能拿进去。我想在座拢知影，但是是安怎讲了后，伊迄个人去接电话，宫内厅打电话来，电话传来讲可以拿进去了，有史以来。你日本的皇宫，除了落日本的国旗以外，第二支出现的国旗，就是咱民政府的旗子啦。有史以来啦，有史以来。啊，你是安怎？咱这个150人要去靖国神社，有人就讲，哦，靖国神社惨败遐谏官，惨败遐发动战争的人，安尼不好。我跟你讲啥？台湾人39,100个死伫死以后啊，日本家己安那，家己封开伫日本的靖国神社呢，有人甲拜呢。总是比迄个白色恐怖二二八叫，互中国人拍死遐个人，迄财富搁较好吧？虽然去战争死，但是死以后，甲即摆有伊还搁甲拜。二二八有人甲你拜无？白色恐怖有人甲你拜无？你台湾人去做兵，去予中央，哎，中国国民党有甲你掠咱台湾人去中国甲伊参加内战呢？遐人敢有死有套的？拢无套的。这39,100个有套无？有套。这无。到即摆为止，伊甲你去一个真好的，诶，这个叫做主靖国神社，规规矩矩甲你拜。我讲恁这人真很幸福啦，但是我有甲你讲啦，我的作文我有写，我的作文哦，我讲我写两段哦，我无多写，
啊，我目屎黏袂去。我甲因讲啊，台湾39100个吼，台湾民众，我们来晚了，因为咱即摆才发现。所以日本会遐尔感动的原因伫遮嘛。所以日本，因为咱即边去，遐日本人已经入去。所以二月份，咱要邀请20个有够力的人，参议员、众议员，甲日本的市议员，来咱的民政府的这个中心嘛，来和咱交流。然后要成立日本台湾的共同联盟，这个共同联盟就是要为台以后的日本甲台湾的 Commonwealth 做铺路啊！我从这我甲你讲过，因为咱是照国际嘛，美国一句话都唔敢讲，而且我会当甲各位讲，而且。因为二十多大二七，我亲身接到美国国民，把咱俄罗，你们这一次去日本表现得太好了，我敢讲，这么多年来，你美国的国民头一摆俄罗台湾民进入了，头一次了，头一摆在选举呗。对啦，我是你足久啊！你是23期的。美国的国务，迄个国防部啊，嘛甲咱学落。所以吼，恁通讲，咱即摆咧进行这个工作，袂输敢若我昨暗想啥，啊今日才做，是咱想出想足久的，遮拢是智库的，遮拢是智库呢。所以美国甲我讲吼，你们这个智库有多少人？我讲100多人。即马是变千外个，拢是咱个地方。外口现主是真侪台湾个，啊，做遮派兵哦，感觉真奇怪，恁个人是为着来，啊，恁都无款，恁无款个，人阮办餐会啊，啊，恁个办遐尔济活动，各位。要办活动，唔免做爱忏悔，看你台湾人有心无心。你若有心，台湾民政府所有人拢袂贪污啦，一角银倒，一箍银你用啦。阮定嘛咧讲咧，台湾民政府真济远大的想法，有真济甲人无共款的想法。但是一切拢依法律来做，所以我会当甲各位以性命甲伊保证。啊，其实中华民国的法律有想要甲顶人嘛有咧，两年前高检署，因为我替阿扁啊写诉状告美国军事政府。
我请问，我是被告，还是证人？我是被告还是证人？你信不信？我敢讲，你是被告也是证人。我敢讲，我哪真是证人？我不可以说谎。我如果是被告，我可以说谎。你听我，被告会当讲白话啊？你若相信，啊就对啊。伊中华民国法律就是用这套的，被告、原告拢会当讲白话，所以足济冤狱啦。啊，那证人就袂当啊，证人就袂当讲。啊，那证人若讲白话，是你一厢情愿啊。你若捌食的吼，你要拍官司吼。叫我头晕的，我无骗。这是中华民国法律，到今日为止啊，乌龙无济。竟然司法检察官、迄司法的、迄个训练组啊，是安怎训练你知呢？佮我讲即期的，恁遮拢是检察官啦吼。啊，我即摆是叫你讲，哎，这边，我先写一个案，哦，我先写一个案，这边写有罪。这边下无罪，你听我，一个案会当写有罪，会当写无罪，啊，就作文比赛，中华民国法律，所以你若凭这个证据，绝对当完掉。真正一定要甲变完掉，绝对要甲换掉的啦。虽然我的亲情。为系检察官来讲，嘛爱换啦。我嘛家己安尼讲，我恁个要求呢？所以恁若民政府执政，咱是无拍算，咱有拍算。司法这个单位吼，爱学美国迄套。美国的宪法几条你敢知？你知无？七条。美国宪法只有七条。你去看，啊，七条啊，伊变啊变到迄落判决判例，高等法院的判例代表宪法，咱嘛会使安尼做。所以一开始时阵，从美国的宪法摕来台湾实施，请一寡美国的法官来，啊，台湾去学，中国人袂当学，因迄套绝对袂使。这美国的冤狱啊！比例啊，非常低的。因为我是美国人，我是美国嘛拍官司，我嘛赢呢。真的啊，我嘛赢呢。所以你伫迄个司法的系统内底，你也计坚持。今日吼，我今日看迄个电视啊，我看到实在目屎。阿扁啊，哦，因丈嘛话过去，啊，我比如看伊家伊老母迄个。我甲阿扁讲，因为我甲阿扁有去过几摆。阿扁，伊甲你讲啊，伊讲难道台湾人做中华民国总统是原罪吗？我甲你讲是原罪。伊是流亡政府，啊！你台湾人你甲选，印度的流亡政府伫印度，敢有叫印度人去选？有无？啊！印度人去做西藏的总理，敢有迄个？无啊！啊！你想来台湾人去做中华民国总统？你台湾人你想啥？啊！都蔡英文是台湾人啊，所以咱转互伊。各位，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，所以蔡英文就是互伊调。好条啦，台湾嘛是死，未当就地合法。什么人有想要就地合法？你知不知？李登辉啦，李登辉迄当阵讲要动审你个条，上台是讲要废审，后尾变成动审。伊废审的时阵，美国出面 ，no， 什么废审？什么啊？
军事政府爱替当地老百姓成立民政府，台湾平民政府。这个、台湾平民政府就是台湾省政府啦。所以李登辉要将这个省政府搞废掉，要让中华民国就地合法。美国非常生气，那 AIT 出面代表李登辉讲，我也不知影。因为我美国跟我联络，你看我有啊，夭壽啊，啊，遮拢遮大粒，你跟我联络，啊，我哦，我不是政治人物啦，我后壁爱找只靠山咧，我想欲我来找你，因为我嘿，啊，你们要跟李登辉见面 ？No， 啊，为什么？那就去笑，啊，老外才知影，所以后摆才靠山才知影，所以想想的吼，我咧甲咱市长甲咱的总理讲啊。我看咱卖郁闷啊，咱来靠咱家己啊，安尼好唔好啊？好。你讲输啦，讲假尔细只啊，了不起。你若讲好，就真正好啊，啊真正好，好唔好？好。那个就好啦。诶，我是讲实在，今日台湾的地位，你若无搞清楚吼，你要讲要救台湾啊，我讲不可能。但是，让你搞清楚啊，要救台湾啊，也很难的，要有高度的智慧。所以我来想讲吼，咱台湾这个种种族啊，爱改变。我不是希特勒啦，哦，讲个优生学不是希特勒，但是咱台湾将来会害的。你看，慢慢把酒看。到处拢是迄个东南亚，细粒子乌乌乌来去帮忙，几啊万人诶！啊，你是中国啊来去结婚诶，迄后台要哪会好啦？愈来愈济，啊是安那？啊，即款趁无食，中国较俗啊，东南亚较俗啊。啊，你看着一时，后摆你诶囡仔嘛是一塌糊涂诶。所以民政府之前，我第一个政策要甲总理讲，我要来去澳洲。澳洲啊，迄个瑞典迄边吼，迄澳洲的人吼，拢金头毛白人，安尼足水啊，足啊无，因为无啥有钱吼。啊，十八岁以上吼，甲二五岁吼，免钱来台湾读书，我阁塞你。是啊，是啊，一个月给伊三万块钱，啊！你若结婚的时阵哦，进入生理期，啊！若生囡仔一个看要五十万块钱，啊！你创个家己吼，待会你批这照我都改啦，对不对啊？对。你较无机会啦，你卖叫你讲啦，你阿年纪较大，你的囡仔到后摆，你没有机会啦。但是你也看哦，人个第一人有两个医生嘛，嘛是可能是听外口的款，真正去迄、那个。俄罗斯去找迄个金头毛，替伊生囝。你有看报道无？头脑真好嘞！我就希望安尼。我不是讲我啦，因为我比赛，我即摆吼两个物件未办，比赛是无嘛。我钱甲女人哦，我不能去碰，因为这两个物件我若一碰哦，不得了，所有钱拢会想伊我，无伊啦，所有，所以吼，我这两个拢绝对比伊无。因为我知影我的进步啦，我绝对很清楚。因为吼、哦，刚刚袂输去跋脚，跋到即摆拢赢咧，哦，发力吼、哦，到处拢赢咧，继续落去啊。因为我感觉讲啊，真紧啊，很快。那可比讲，美国讲要给咱这个后边这个土地，叫咱设一个直升机的停车停停机坪。因为大家拢在甲我怪讲，啊，你讲几波，我拢无看到美军啦。讲也是有理的，我嘛甲美国讲啊，啊，你拢无爱还看一下，啊，比如讲我电话互你看，爸妈水灾的时阵，直升机讲来调迄个叫做山猫啊，迄个推土机啊，迄敢真正去调山猫？调两只，啊，佫一只去送唔到去。不是啦，那是政治宣示，让你看啦，
我美军啦，我一摆啦。随时我若要看到你，我就当一摆。那个 KC-135 一架飞机哇，加油机啊，停伫上山路啊。中华民国飞机甲你讲啊，讲要载一个红的啊，飞去看病。台湾人拢相信呢。迄一架 KC-135是偌大只呢？迄是吼替迄个战斗机、替迄个客机加油的飞机呢？载一个红的啊。台湾的。台湾的迄个医疗是世界有名、有水准的呢。迄只是什么意思？你知吗？你知道吗？迄只有啦，有在一个阿尼亚，迄是可能是美军的眷属啦。但是后壁对四架 A 救护车啦，来列看上面物件，我哪不知道？不是这只，这只的头前是迄、那个。SARS 的时阵，美国的 CDC 疾病管制局直接降落在上山，这架飞机这么大只，伊有请伊的指挥官，我去请教咱来受训的长荣航空的 pilot 驾驶员，我讲这航管是安怎控制？伊讲民航机的航管伊在控制，但是空军的航管啊，他们没有办法管。随时不停的回到你。美国随接管，清泉岗的航管是啥人？是美军的。有几啊摆，中国的飞机慢十分钟，讲要降落在清泉岗，清泉岗的美国人讲 no， 回去，然后我转降台北 no， 回去。那个中国气啊，中国台讲，我不要跟清泉岗这个机场往来了。报道下来，你会看。我跟你讲，美国现准是危机。虽然伊无予你看到，但是美国的影响在台湾十足啦。什么叫做战略？可别讲啊！伊拉克。哎，这个领空，美国宣布讲，这个领空谁都不准飞过去。啊，那飞过去，我美国的飞弹要甲拍落。请问，安尼，伊拉克的那个领空有占领无？有无？占领。所以你占领这两字哦，的意思哦，唔是你会当用卡卡。我哦，我就一定爱看到兵啊，啊，你搁占占领？我甲你讲哦，今日若可比讲。中华民国派部队攻咱这个所在，咱甲美国报告，我甲你保证，两点钟内底美军到，安尼这个所在有算占领无？占领，唔是讲，都爱看到部队，安尼这个所在才是占领。所以今日是台湾，了我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啊，这是已经被国际法内底100%。承认的代志，南海，即摆美国叫日本去处理我，啊，你好奇怪嘞，啊，你日本遐尔啊悬，啊，我南海遮尔啊下底，啊，是要哪处理？日本若要处理南海，有资格无？有资格是安怎？为什么？啊，咱袂叫法国处理，为什么不要法国来处理？处理南海为什么？南海是高雄的啦，啊，高雄是台湾的啦，啊，台湾是日本的啦，所以美国有资格甲日本讲你去处理啦。所以日本已经开始处理，但是我会当甲各位讲，处理到落尾啊，无含咱台湾啊，民政府变成台湾。迄个 Commonwealth 哈，伊就无可能处理啦，啊伊也无可能处理啊，所以像美国接近，比叫咱较紧嘞，原因就遮啦，南海是足侪石油的呢，未比迄个阿拉伯较少呢，听讲迄存量吼是阿拉伯的10倍呢，后摆非常好呀呢，
我嘛，我咧搬咧高雄。我来口讲讲诶吼，咱咧高雄酒诶酒厂吼，伫外面咧讲，吼，我高雄酒吼，山甲玉山，海是甲南海，没有错啊。法律就是安尼，希拉蕊伫南海矿讲遐话，希拉蕊套配 CIA 叫我写南海的论述诶法律。我写五篇，你拢可以猜哦。我敢足大声讲啊！啊，即摆要讲即个战争观哦，我绝对是世界 top ten。但是我讲，我是用足侪时间，我无来骗。我吼，我真正是吼，迄个为2004年吼，开始安尼全心全意吼。什么代志拢无管，拢打入去这个领域内底。因为世界的战争化内底吼，堪比讲即摆现出是规定干呐，怎么样 in and out， 就是入去这块土地，啊你要出来，啊入去你要安怎做？无啦，国际法内底没有东西啦。所以我即摆咧研究这个，我想要来写，给全世界来参考。台湾人，我都写一地出来吼，哇，不得了！后摆咱控制这强的国家，咱无钱啊，咱也无人啊，哎，咱有法律啊，也听咱的。啊，那迄个时间吼，国民是台湾民政府的成员哦，哇，恁拢不好事啊，我跟你讲。啊，你像恁即摆疫情啊，你是23期的喂。我来讲，你爱采访你23期，因为这是政治伦理。我讲政治伦理，其实即马有真济，伫台湾本土即个其他的派别吼，想要加入咱。啊，咱议长甲总理阮有讨论，要加入可以啊，来受训。啊，受训啊，叫白。你难看23、23，算过你头前。后摆伊若甲伊受通，再来白吼。100期啊！我甲你讲，剩二张通做尔。你叫咱训练四千名要做啥？接近快，你还有人啊？台湾400年来唔捌建立对家己的国家呢？台湾没有国家，台湾没有国家呢。甚至你嘛未晓建立国家，你也不会建立，你都难免建立。真正你袂晓建立吗？所以美国要求讲，咱即摆才是算讲基础尔，3天2项吼，就会当读安尼吼，无简单啊啦。所以1月过年以后，2027、2028，咱要做一个高级行政人员的培训班，但是迄毋是你来报名，迄是州长。管理的，当然咱争取啦吼，你们自己可以争取。是啊，这个高级行政人员，因为这个就是，你若可比讲你无受训，我问你，医生美国真正皮挂来，三亿块你要用无？国家的钱不是，敢若你出来讲我要买豆干5块，要切菜5块，不是呢。你也要看预算，啊，你也要编预算，所以你今日这个冲击，大心是无啥，无台湾的地位到底啥？所以我要甲讲一讲吼，你今日安尼上两节课，啊，明仔载我无课，后日搁一节课，安尼你讲我咧台湾地位，你知道无可能？你安怎爱看册？有一本册是我写。新台湾论，这本册含日本人在里面，含美国国务院在里甲翻译。新台湾论，咱受训的人员啊，是500块啦，但这钱是我不是那个价。我讲啊，你敢想500块啊？这大本，我来讲，我甲人写哦，我甲人读起来资料哦，读到真正，目睭要看烂。那种原文呢？
台湾伊拢写过，写写即嘛日本人看嘛讲，啊，我们以前迄个观念都错掉了。观念就是英文翻做日文的时阵哦，翻唔到伊。啊，咱台湾嘛是同款，咱台湾一寡国教拢破书啦，什么书啦，啊呐，英语不要看。我甲你讲，英语不要看，你无在乖上。我讲一个例，互你听。就今咱和平条约第二条。Japan renounce 放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这句话你有看 all right all 后面是你要加复数要加 s 爱不爱不爱啊那边可是为什么没有这样你要看你 All right, title and claim. 意大利第1947年将意大利的巴黎条款第23条，意大利 renounces all right and claim to 索马里亚，即意大利放弃索马里亚。那不会 claim， 另外啊，意大利 renounces all right and title， 啊不 claim， 怎么样？你想讲国际化太简单啊，政治化简单啊。我唔是通读一个图像化和平条，我要读十几页其他的和平条了，你足够死啊，你知唔？啊，足够死啊！如果你若袂晓看吼，妥妥的。国家就害害死你，你能读读法律，你会当写这个和平条约 ？No， 为什么？因为为什么那个意大利索马里亚没有那个什么，没有那个 claim 的关系啊？因为索马里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，而台湾不是日本的殖民地，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啦。办国公法的人，然后我今日讲啊，公车，我看你嘛听到非常啦，所以你买车，买车不是我的推销嘛，我只顾跟你讲，我唔讲你赚你的钱啊，但是你刚既然来在上课，你没有买没有买那一本那个书哈，可惜啦，你不是讲听我两节课哦，你后摆就让人操蛋，会啦，你让人操蛋，我跟你讲一个。给你听啦，美国的法律讲台湾人无国籍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日本天皇嘛无国籍，你知道日本天皇无国籍？你知道日本天皇没有国籍，为什么？没有效忠，没有效忠对象。你都讲的那么快，那哦，慢一点点，考量就修一下。但都没有乐趣，因为日本天皇没有效忠对象。我们有没有效忠对象？没有啊，所以我们不是国家，较简单。所以足趣味的呢，这渐渐我来读下来吼，喂，你要讲这，咱现出是台湾这代志吼，轻而易举。啊！你若讲遐独派也好啦，国民党也好，民进党也好啊，要讲台湾的地位啊，愈讲愈复杂，你若愈讲你拢愈听无，矛盾啊！连伊讲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，是讲伊袂当加入联合国，愈来愈矛盾。安尼有趣味无？今日大家，好滴，好滴，要做结果。老闆吼，老闆這個有點心的問題吼，因為吼，可以去樓下吃甜點啦吼，一個點心吼，大家怎麼用？起立，謝謝，各位，你看各家啊，樓下有點心，好，那大家都在樓下吃咧。
你要当当录你你也无？迄个明仔载吼，伊找时间吼，会过年提前通知大家去报名。迄个身份证吼，所以考完，刚才用了一。迄个一直在去上吼，啊你，你来迄个申请个户籍成本吼，户籍成本来当拜托交下来，迄个申请户籍成本。所以这个很简单，刚刚所学员才可以哈，身份证可以办。拜窗户了。见个头啊！见个头啊！